Hello? Hello, hello. If you don't have mic, just press enter and chat. Come on, follow me. Follow you. Yeah, yeah, Dude! yeah, yeah. I'm trying to be stealthy here.他还知道这边有个电梯啊！我操！Oops, go go go！火男。我现在还没杀人啊，现在还没有，只是有些观众朋友他觉得我有这个实力，所以说我因为每把都杀一个人嘛。胖子，死肥宅。杀一个人倒没问题，你杀几个那这我做不到。好，boss 出来了，go go go go，fuck boss，fuck boss。Where is it? That way, okay. 哇，好多枪声啊！我操！Kill kill。Nice。啊，boss 被打了，在烧骨灰了，老外在烧骨灰，5%，左上角看到 We 没有 use camo？boss 被杀了。camouflage。OK。要把老外杀掉，然后把骨灰抢掉，我们就能拿第一。他说我们偷袭一波，刚才。22%骨灰。还在烧，就在这里。33%，他们肯定会出来，拿了骨灰肯定会出来。这波，就算不管抢不抢得到，如果能把两个老外杀掉，那我们就能赢了。我操！从哪里打他？一枪爆头！不行，我现在不能救人，我救人必死。等一下，等100%的时候，他们要拿骨灰的时候，我再救人吧。杀了一个！哎，我操！啊，不应该救人的，我操！啊，一杀。